这是小绍兴很平常的一个早晨，费师傅每天的第一个工作便是验鸡。对白斩鸡来说，新鲜最为重要。运鸡的师傅老孟每天凌晨2点起床，3点钟把刚宰杀好的肉鸡装车。 6点之前送到下属的每个饭店，等在这里的大厨则要逐一检查退回不合格的鸡。挑起也有讲，老有讲究。搿辰光是嘛三黄金，一个看伊个毛头是不是鲜艳了，毛头人家长得好，对伐？还有一个看伊皮肤是不是有带点黄色。 一个就是看脚，就看个三样物事，还要一个就是掌握一下分量，基本上辣4斤半左右，4斤半左右侬杀下来，其他内脏其他毛没有得3斤黄连。来来，侬个袋子拨我。再会。 费师傅从1979年开始跟着当年小绍兴的创始人学习烧制白斩鸡，在小绍兴十几个亲传徒弟里，如今还在小绍兴的只剩他一人。在整个饭店里，做白斩鸡的师傅是最早上班的，每天开门前，他们需要把送来的鸡全部烧制好。好，两只鸡也可以，那好。 有资格烧制白斩鸡这道菜的，必须都是工龄超过20年的老师傅。那么现在一天平均300只左右，夜到的鸡呢是根据生意来烧的，伊不像现在好烧交关。 侬现在讲起侬一号至1号至烧饭，就侬夜到后头因为侬烧1号至后头麻烦脱不好呀，那么外头要几只阿拉搿搭烧几只鸡，葛末就要烧到10点钟左右。我已经烧了将近要30年左右了，烧鸡，专门烧白斩鸡。生意最好的辰光是一天烧了5-7只鸡，5-7只鸡有得4个人辣烧，勿是我一个人烧，因为啥物事？宁可让。 宁好休息，学子是勿好休息，因为是廿四小时辣辣做的。烧鸡要用2口锅，1口锅用来烫，另1口用来烧。鸡的鲜嫩脆滑都取决于这一抬一放之间，这也正是小绍兴的独门秘技。 侬现在讲烧白斩鸡，一只就是鸡种个问题，还有个第二掌握火候的时间呢，就掌握火的大小，侬搿个烧鸡一定要掌握好，还有个侬个烧鸡就要烫啊弄啊，就刚刚那个，基本上要烫个4-5趟，就要拎起来要烫个4-5趟，让伊受里向跟外头受热侪要均匀，葛末伊烧起来嘛比较好烧。 烧鸡要烧半个多钟头，然后就是讲侬要掌握一只冷却水个温度，对伐？侬像现在天热了，最好是用冰水，因为阿拉自家有只冷冻机专门打个，打出去是水，侬像现在天热，手把下去是骨头个，因为侬鸡把下去了，侬热个下去，热个下去碰到冷个，伊个皮跟冷水会得收缩个，收缩呢，伊个皮呢会得脆。 那么吃上去里有点像海蜇一样了，有点脆。
一句皮脆的像海蜇皮一样，道出了老食客们心中白斩鸡的精髓之所在。白斩鸡的斩正说明了这道菜对刀工的极高要求，根据客人的不同需要，斩鸡的部位和装盘都会不一样。每天中午是小绍兴生意最旺的时候，就像费师傅在小绍兴工作了一辈子一样，很多来到小绍兴的食客也是捧了一辈子的场。您觉得那个小绍兴的白斩鸡您吃了多少年了？哦哟，阿拉小绍兴把斩鸡吃了多少年数了？三四十年了，吃了三十年。三十年怎么办嘞？阿拉少十点。哦，少高点，少加一点，三四年。你们多长时间来一次啊？我们嘛，这个一个星期到十天来一次。我们早上五点就起来了，五点半出去，在虹口公园喝茶，喝茶喝好，点心吃好，到九点半就乘十八路下来，人民广场下来，下来就是走过来吃鸡，鸡吃了回去睡一觉。就是这样。小绍兴以前是不是很火的，人很多了？红火得不得了，生意挺好。你要来得早，晚了就坐不下，没有座位了。要等我吃好，你再好，你在旁边等，旁边都等了黑了，没有地方吃了，没有位置了。我们要好快了，你们就在后面排队。我们从食客们的话中可以想象得到，小绍兴当年盛极一时的辉煌。白斩鸡留给老食客们的记忆，也一如白斩鸡的鲜嫩一般，似乎有些深入骨血的味道。